上那头，上那头，看看这玉，上道士过去，上道士，他没纹身，他你这个得纹身，啥是没纹身？没纹身走啊，这不是？玉带钩，对，就是纹过，这怎么卖的，老板？一千二，不行了，这是和田玉的吧？和田玉，这纹过，纹过几千，纹过几千，纹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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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纹
个都了，都是隔太远。这个多少钱啊？那个600，六百。大家说600贵不贵？600。看着这工艺，看着老工艺了。这下头在这儿不倒腰，看着呗？在这儿不断了？一面。对，属于那个，属于器件。这是什么玉牌啊？这是玉佩。好几十年了。玉佩呀。16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1500。16。1500，也是和田的呗。和田玉，这个是和磨料。这和田玉，这和田玉，这和田玉，这个也文化古迹。对，应该来了。这个玉剑是一套，雕的是小赤龙，还挺漂亮。这是一块是漆吗？应该是这一块。这仨多少钱？那三个要是买的话，得3000块钱了，三个。三个3000块钱，一套，价格贵呀。来看看，有点根据了。大家有喜欢的就联系我啊。便宜啊！大家喜欢的联系我。刚才看老板的那个玉啊，是便宜。这都是大假货，那个人买了好几件，还口口声声说便宜，拿着假货酸烧的，哎呀，真是，我觉得也是，这个人们呢，应该真是好好学习学习，然后再提高提高眼力，拿着假货还招呼便宜，也是，感觉让那个懂行的人一看很可笑，那老板呢就在那蒙他，哎没办法呀，所以说大家要好好的学习吧，提高一下眼力吧。捡漏在地摊上捡漏呢，首先你得比老板懂得多，对吧？你要是还没老板懂得多呢，你怎么捡漏啊？老货难逃呢，也是给大家，哎呀，讲出一个道理来哈。你说想捡漏，先学习啊。比老板明白了才能捡漏，没老板明白你怎么捡漏啊？只能打眼。哎呀，这小皂盒怎么卖啊？450。老板开价450一个小皂盒，是仿的，新东西。让着我啊！